就是带囡仔、带老大人来遮参拜吼，很麻烦，就要注意着恁的安全，因为头拄有落过雨，即摆雨较湿湿湿湿吼，啊，若惊着小囡，真容易滑倒，爱注意。请这边找阿妈，阿妈说要去厕所，然后又没有人帮她渡椅子，所以我来找你啊。这个角度很好，它可以绕一圈去对面那一个。连那个屋瓦都照得到。